在做放点头动作，首先从两脚并腿的方式，这是一个训练过程。吸气在中间，然后吐气的时候，两个胯继续旋转，但是让我们的头、两个耳朵都还面对着镜子，所以我们身体就会出现很大的旋转。再吸气回来，转胯再转，这里拿着五，吸气，吐气四，吸起来，往提三，吐气下二。一，好，吸气起来，然后放松下来，把脚撑开来，吐气下，吸气起来，经过中间，微捋收，先微捋收，气提到头顶，再沉到左胯，胯再旋转下来，五。现在把你左半边的力量通通微微收，提起来，提到头顶，提到头顶，再落到右边来，四，好，来，小孩子可不可以感觉一下重心的两只脚尖移动，三，二。最后一次下来的时候，注意一下我们的膝盖永远对着镜子。一，膝盖不会侧弯。好，现在尝试着在下去的时候，轻轻的把脚透过微微一收的时候，可以收起来一点点，脚跟可以离地就好。五，脚跟可以离地就好。身体飘起来。四。放松，接吸气，三，吸，提，二，吸，提，一，吸，提，好，我们试着就要到点头，吸提再往后好了，来，我们脚不用放太大，先放下来。一、二、三，感觉还比较动能。接下来我们就会荡下去，吸、提、往后吐气，吸、提、转。我们再做一次，吸、提、转。所以前面的倒点和练熟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做最后向后走的动作。